卡美倫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石橋悠久先生嚟到台前同大家見面嘅。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Mr. Ishibashi, Managing Director of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and we are going to demonstrate the Extreme Power Challenge here.在這裡我們將會進行今天的這個示範挑戰的，請兩位跟我們的同事去到後面準備一下，麻煩兩位。哇，厲害了，在香港感受一下怎樣在一個地凍的環境和暴風的環境裡面踩單車。在這裡 Let's start。 好了，先講一下 Robin 這邊，他在踩的極地單車挑戰賽當中的暴風賽事，這個暴風體驗館在上面其實是有兩個強風，你看他的頭就知道，有兩個強風出風口的，參賽者在裡面其實是模擬緊時速80公里的風速之下踩單車，在這裡摁下摁下，不要以為蹬下蹬下很疏乾。石橋先生現在踩緊的極地單車挑戰賽當中的地動賽，參賽者是在這個每分鐘有150下震動頻率的平台上面去踩單車，好像在一個地動山搖的環境之下比賽那麼刺激的。不好意思，我忘記了他們要踩多久，他們踩兩分鐘的問計時有計算的嘛，是吧？那兩位可以感受到了，其實他們自己親身經驗，大家在外面都會見到，跟我們呢在健身室裡面踩單車真是兩回事。 Even 呢你說教了那個斜度要用那個力度都是有不一樣，大家給掌聲支持一下兩邊好嗎？我們最後五秒了， 4, 3, 2, 1 Yeah!Robin 先跟大家講下，到底在80公里的風速之下踩單車是一回怎樣的感受呢？大家首先知不知道八號風球是多少公里的呢？在香港天文台的定義其實是90至100，90至100，所以呢其實現在在這個密室裡面呢已經是很接近八號風球。但是這個八號風球呢是鳳鳳聲一路是吹過來，是沒有停過的，你知道打風都會停停的嘛，有時是吧？那它是不停的，所以你在入面的時候那十分鐘你是要某一秒 是面對這個接近八號風球這個強風吹襲的，是的，但是就即是會令到心跳加速啦、氣喘啦，還有但有一樣東西好一點的，沒什麼汗啦，因為一路吹走曬，但應該一出嚟嗰下啲汗就會爆下聲飆出嚟㗎啦。但係都好有挑戰性，好好玩喎。係啊。咁講 Ishibashi-san， how do you experience that？ How do you feel？ Interesting. I'm refreshed very much after challenging hard working. So let's challenge and enjoy this cycling. Thank you. 好 ，Ishibashi-san 咧就係都好好玩同埋好享受呢一個嘅 challenge 嘅。咁啊喺呢一度俾啲掌聲，兩位好嗎？多謝曬。Jenny 吳若希 ，Thank you。